关于你的能量层级决定你所看到的世界。编译者 Chukasu。 星形惊叹号导读：当一瓶水汇入大海的时候，就是它能量最大的时候。当一个修行人把自己的能量扩大到无边无际的时候，就是他解脱得到的时候。倒在垃圾桶的残羹冷炙一般不会吸引人类，但是苍蝇却认为它们是美味，喂给宠物吃的津津有味的食物，没有几个人会和它们吃的一样愉快。在哲学家的眼里，这是动物求存的本能，只有身体释放出美味可食用等信号，动物们含人类才会去吃。如果细究下去，是什么决定了动物会有不同的身体，并且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判断，就能够开启更大的智慧。佛法里面把这些归因为业力。为了方便理解，我们通俗点把其比喻为能量。这能量里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。一般来说，修行也可以理解为是在提升正能量，转化负能量。不同空间的众生有不同的能量，就拿人类与动物来比较说，人的正能量肯定超过动物。所以动物喜欢吃的食物，人类不一定喜欢吃，人类喜欢吃的食物，天人不一定喜欢吃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天人，其实这和动物能理解的模式是一样的，没有几种动物能理解什么叫人类。处于低维度空间的生命不能理解高维度世界的事情，这个局限性也是能量不足的原因。在佛的眼里，能够完全清楚知悉所有一切众生的能量，并能巧妙运用佛的能量，所以佛可以度化众生。而不同的众生受困于自身能量的原因，如果没有修行则很难突破能量困境，这就是佛法里所谓的业力牵绊。在《大智度论》里记载了一个故事，佛陀和阿难一天出城遇到一个可怜的老阿婆，阿难请求佛去度化她，可是无论佛陀如何出现在她的身边，她就是不看，见佛一眼有无量福。佛法里面讲这个是无缘难度，修行人说他没有那个福报，事实上也是其能量业力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所能看到认知和了解的世界真相，其实取决于我们有多少能量。同一个事件，在正能量者的眼里有积极的价值，而在负能量者的眼里只有消极的情绪。人类由于对名利情的根本执着而生出贪嗔痴的特性，会放大个体的欲望与所求，得到就会想要更多，而一旦无法得到就痛苦万分。如果不懂得尊重能量这个事实，人就会很烦恼，并且会出现被负能量不停地带着走的现象，这就是所谓的生死轮回。星形惊叹号能量会影响一个人命运和三观。不同的能量会造就不同的人生格局，就像在同样天气的情况下，坐在飞机上空的人会比站在陆地上的人看到更多、更广一样。社会学家们从各个现实角度，比如家庭出身、成长环境、所受教育、接触的人士等方面条件分析三观的形成，但很少分析这几个条件出现的原因是什么。首富真的是你分析出来的原因才成为首富的吗？天才真的是因为大脑结构异于常人吗？为什么有的好人就那么可惜地离开了，而坏人却还一直存在着？从表面上看，这些都不合常理，但如果从能量的真相上看，这其实是合理而公平的能量运作法则。如果我们具备相应的能量、能力，去观察，从时间的纵深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
从空间的对比，此处他方，从三世因果与六道轮回的原理去观察，你就会发现答案。那么我们如何提高能量呢？通俗点说，就是开源节流。心行惊叹号，开源就是增加正能量，节流就是转化负能量。打一个比喻，修行就像是把一瓶普通的水变成海水的过程。断除执着就是在去除泥沙。正念正行就是在止漏，减少自身的损失。放下自我就是不停地将自己融入到溪里、河里、湖里、江里，最后奔流到海里，和大海融为一体。忍辱就是接受一路上的曲折和乱石坎坷而不回头。精进就是不分日夜，不停地奔涌向前。禅定就是不分叉走其道，一心一路，般若就是到了彼岸。当一瓶水汇入大海的时候，就是它能量最大的时候。当一个修行人把自己的能量扩大到无边无际的时候，就是他解脱得到的时候。一个人心量的大小，能决定自身的福报与智慧。心量越大，正能量就越足，智慧就越高。反之，心量越狭小，能量就越低，就越歪曲。只要一个人觉悟了宇宙人生真相，了知世间万事万物万人皆空性，看破看穿了一切皆是假象，当他刻骨铭心，深信不疑万法就是当下一念，万法当下就是自己的时候，悟得有多深，所谓的正能量就有多大。进入无私、无我、无畏的先天境界，彻底回归本源。心行惊叹号，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。有人说，想要了解一个人，就去看看他的朋友。一个人的三观如何，一般说来，一半来自他汲取的知识与接触的社会，另一半则来自家庭与朋友。然而更多时候，后者更具有直接引导作用。简单说来，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。心行惊叹号，远离消耗你的人。和一个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在一起很重要，而和一个能让彼此都变得更好的人在一起更重要。你跟他在一起，感觉是安全、放松、愉悦的，让你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趣味，你很想多和他待一会。而情绪多变，容易悲观、畏惧、喜欢八卦、抱怨、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人，带有负能量。你跟他在一起时，感觉不安全、紧张，处于防卫状态。你觉得有被吸取、压榨和自卑的感觉。你自己的能量衰弱，感觉不舒服，自己是被挑剔的、挑战的和攻击的，你会很想快点结束那场谈话，很想从他身边逃走。心行惊叹号，跟负能量的人久了，自己也容易变得负能量。假如你认识到自己的正能量不足以强大到能够抵御负能量时，要先学会远离负能量。就像假如心理医生自己的心理素养不够强大，就很容易受患者的一些心理疾患所影响。要想可持续的释放正能量，就要和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一边吸收正能量，一边释放正能量，吸放之间，生命恒星。心行惊叹号，一个拥有正能量的人，必定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什么样的才有福气？一个孝顺、善良、勤奋、平和、积极、智慧的人，一定会是一个有福的人。心好与孝顺的人未有，一个真正孝顺的人，必然懂得责任，懂得思考，懂得珍惜，懂得感恩，这样的人最可交。父母是给自己生命的人，如果连父母都不能孝顺，不懂尊重的话，何况是其他人？
心好与善良的人未有。一个真正善良的人，他的心是宽大的、包容的、平和的。跟聪明相比，我更愿意与善良人交朋友。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善良比聪明更难。聪明是一种天赋，而善良是一种选择。心好与勤奋的人未有。一个勤奋的人，很大程度上会是一个有福的人。勤能补拙，一勤天下无难事，业精于勤荒于嬉。与勤奋的人在一起，你也很难懒惰。心好与平和的人未有。一个平和的人，他不会轻易有脾气，不会斤斤计较，不会急躁，更不会愤愤不平。有观点说，人可以分为三类，一类是没本事有脾气的，这是下等人，一类是有本事有脾气的，这是中等人，还有一类是有本事没脾气的，这是上等人，数量极少。心好与积极的人未有。一个积极的人，无论何时，保持自己的本色，始终在人生风雨中经事立心，锻炼自己的内心，让内心更强大，更柔软。想要结交正能量的人，也请你先让自己成为正能量的人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